那天他看伤痕，我外婆就冷冷的讲了一句话说，丢脸丢到外国去。他真的没办法哎，外就是开始。他们都说你这样怎么嫁得出去？尺度不变，不能改变，尺度是坚持，很露屁股。我外婆他们也蛮在意这种事情，家里从小就是比较严。那天他看伤痕，我就问他了，然后他就说，他讲一句非常重的话，我。他有心情很差。我先讲前提，因为我很多家人住在美国，然后他们就是我表弟表妹啦，反正很多家人在美国。然后那天我们一起看的时候是上一集吧，一起看。然后其中一个阿姨就说，听说美国也看得到这样子。然后就是我的表弟表妹们在美国也可以用网络上看得到。然后我外婆就冷冷的讲了一句话说，丢脸丢到外国去。我傻眼，不能接受。对，说很抱歉，我也不能说什么啊，我就没说什么。然后，我阿姨他们就还价，就说什么，意思是说他老古板啦，不懂啦，反正意思是说，一直说这什么年代了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反正就过去，然后我外婆就没说什么，他们都说你这样什么，怎么嫁得出去什么。他在乎就这个啦，他就觉得说要留点给他探听啊什么，反正就是类似比较传统。